GPT Win 3拿到手了，想玩大表哥二，点击游戏却发现提示要更新驱动，这里直接不用理它，点击确定即可进入游戏。进游戏后发现窗口在左下角只显示一半，这是因为游戏默认设置是 Working 导致的。不要慌，耐心等待游戏加载完成，然后按下左摇杆的三键进入选项，下滑一格按一键进入设置菜单，下拉解锁高级设置，将 Vulcan 模式改成 DS12 重新进入游戏就好了。顺便给大家演示一下15瓦玩大表哥2。